你叫啥？老大，你叫啥？你不喝奶？你看妈妈带着三个小 baby。刚才那个妈把老五给顶出去了，太小了，这个像回拿大盘子。你说那小脸儿，你瞅你，你还看呢？你看人家都喝，为啥你不喝？我就纳闷呢。你瞅我干啥？你瞅啥呢？瞅我？你瞅？哎，不服啊？哎，服了？要打来了？啊。过来求和来了。哦，妈妈退出了。哎呦，老五啊，你一天不见就胖成这样了。哦，能喝奶，能吃肉，奶糕啥的他都能吃。嗯，中午给他们蒸奶糕，我回头再回来看，这都被他们吃了了。你说呢？跑到找他妈妈吃奶来了，对老爸。长得这么大了，就该自己独立吃食了。对呀、啊，给你妈也减轻一点负担。你看这几个多乖，弟弟妹妹多乖。哦，哎呦，喝掉那么多了。对呀、啊，还有他妈呢。你们真能啊，喝饱了。他们其实一个小时前还吃奶糕了嘛。那比你爱喝。那比第一个来喝。哥哥来喝的。看看你满嘴挂奶的样子，老大，你说，哎呀，黏着他妈不要吃，就是，你以为老大就有特权呗？你给弟弟妹妹带个好榜样吗？看来看看啊，来看看你肉嘟嘟的小后背，嗯，他也能吃能喝的，他太好玩了，他，嗯，现在就正在扶在老年跑步机上，是吗？你也过来扶来扶我一把。骰子还喝吗？骰子你看还能喝点。刚才是看小猫都喝，就没放开量。也喝不动了。这个分量啊，这是。对对，这全家都最胖了，看着。可能是吧。你干啥呢？你没喝饱啊？还咬我手指头，你瞅你，喝完准备吃点肉，欠欠的，准备撸串呢，拿我手指头当串了，还是你俩打吧，我省条手。来，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毛演义》，嗯，《三喵演义》，那我是挺好动的。打不着我们，就打老四。嗯，老大你能喝吗？他当他妈那喝不着多少，他妈都不配合了。嗯。要是顺便打架的时候，把嘴都给擦一擦，把对方的嘴擦一擦。你看。老五体质好哈。嗯。和这个打，有和这个打。我估计我上手他还能和我打呢，咬我呢，去，你瞅那老大又去妈妈那吃去了，他们三个都不早了，让妈妈歇会儿，那嗓子多好，吃饱喝得，完了锻炼一会儿身体，嗯，哎呦我去呀、啊！咣当一声啊！哎呦，你这武打演员，这真是实打实的，真功夫！咣！你瞅这个，嗯，小老五，小老五这名字准备叫金芒果，新主人家孩子取的，还没最后确定。金芒果也好听。大人想取叫金萌萌，孩子像是叫想叫金芒果，还没最后拍板儿。小老五这体质真好。你说这是谁呀？老四，这老四也好玩。他老四可淘，我跟你说，精力特别旺盛，别的猫都睡觉，他就可以玩半天。还在吃。老大果然是吃着奶了哈，妈妈拿你没办法。他妈刚才躲半天没躲掉。好了，你们玩吧。